各位編迷你哋好啊，又係我冧花七 watch 豬仔，歡迎大家再次收睇我嘅頻道。咁今日咧呢一隻犀利啦，第四隻推介，而家係夜晚嘅七點幾，咁好多標迷啦，啱啱放工啦，或者準備食飯啦，食緊飯。好啦，咁第四隻推介咧就係一隻skeleton 嘅款式嚟喎嚇 ，skeleton 嘅透視款。咁咧個嘅設計靈感咧係來自於極光喎。北極光嗰個極光啊，咁呢個極光咧有朵嘅喎，仲要係 M34 Mother of Pearl Limited Edition。咁究竟係咩 Orange Star 咧？打開俾大家睇下咧。哇，非常之靚。好啦，攞咗只錶出嚟先，攞埋條錶帶先。好啦，拎開個錶盒先。嗱，呢一隻咧就係 M34 嘅 Mother of Pearl 啊，呢個。珍珠貝母面啊，非常之靚嘅 limited edition， 全球限量日本內銷版得300隻嘅啫，300隻咁啊，非常之少見嘅嚇。好啦，咁呢只亦都係第一次喺豬仔嘅視頻亮相啦。呢只手錶係一隻 limited edition 嘅 Mother of Pearl 珍珠貝母面啊，我哋叫佢做好啦。咁呢、這個設計靈感咧就來自於大自然嘅世界觀啦，咁咧就係用咗北極光呢個設計靈感啊，好似喺夜空咧懸浮呢個繽紛嘅光幕咁樣嘅，咁所以你見到個錶盤咧做咗一個幻彩色嘅貝母面啦，咁有啲角度睇咧就好似灰色咁嘅，有啲角度睇咧就好似幻彩色咁嘅一個貝母面，好靚。再加上咗咧，佢用咗呢個 F7 嘅。東方自家機芯啦，咁 F7 嘅東方自家機芯咧，好多標迷咧就應該都知道噶啦，因為豬仔前兩條片都介紹緊呢個 F7 嘅東方自家機芯啦。咁 F7 嘅東方機芯咧，嗰、那個儲能值咧就係、是、去到講緊係50小時嘅動力儲能，0到50嘅動力儲能顯示喺個12點位置。咁啊 F7 F44 嘅機芯，咁呢、這個動力儲能顯示咧就係正15-5嘅嗰個時間標準誤差值，咁啊50個 power reserve， 六點位置咧就係個小秒針 small second， 再加上咗咧佢係一個 open heart 嘅，擺咗喺9點位置，好靚仔。呢個錶亦都配備咗一個 SAR 塗層嘅高級藍寶石玻璃錶面，咁呢個玻璃錶面有少少拱形嘅。好透徹啊！個玻璃非常之靚，再加上咗你見到佢咧做咗羅馬數目字嘅刻度，12點位置做咗羅馬數目字，其餘做咗刻度嘅字釘。咁字釘嘅做工咧，試下拉近少少鏡頭俾大家睇下，非常之靚。咁啊，拉絲間拋光嘅打磨。咁錶圈嘅位置咧，小秒針咧，圍邊嘅刻度咧，都做咗拉絲拋光打磨做工嘅，我做得好靚。咁啊，六點位置寫咗 Japan 啦 ，F7、F4 嘅機芯。咁 F7 咧喺東方嚟講咧都算係高階嘅機芯入門，咁所以會用喺一啲 limited edition 嗰度啦。咁啊，3點位置嘅 OS Orange Star 嘅 logo 都做咗雙嵌式嘅字釘，我雙喺個背母面上面做得好靚。咁啊，有個內影邊框啦，你見到佢嗱呢一錶咧，就好似一啲高檔嘅瑞士錶咁啊，所以佢冇做夜光嘅時分針咧，都做咗呢個香檳金色，做咗拉絲嘅打磨。咁錶冠位置咧都有 OS 嘅 Orange Star 嘅浮雕 logo。咁啊，做咗一個拉推罐啦，呢一錶咧就做咗5個巴嘅防水嘅。哦 ，sorry， 10個巴嘅防水，游得水嘅100米防水。咁圓玻璃邊嘅位置咧，做咗一個拋光嘅錶圈，用咗316L 嘅不鏽鋼殼。咁錶腳位置咧，都做咗拉絲嘅不鏽鋼嘅，延伸到側邊部分咧，間咗一行光身，側邊都做咗做翻拉絲嘅，拉絲間拋光間拉絲，豐富咗個層次感。我做得好靚啊！個做工好。錶帶方面咧，做咗一條實心嘅不鏽鋼錶帶。咁亦都有啲帶嘅花紋喎，你見到大粒間細粒，大粒間細粒咁樣。咁啊，兩行光身，其他都係做咗拉絲花紋，厚身嘅扎實嘅不鏽鋼。另外錶扣方面咧，都有兩粒微條，
咁同埋做咗 OnStar 嘅 Lisa 嘅 logo。咁掣打開，當然做咗後橋啦，呢只 limited edition。咁好啦，咁反轉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呢只 F 7嘅東方自家機芯咧，咁你見到個陀位咧都做咗一啲日內亞文嘅打磨啦，同埋做咗魚鱗紋嘅打磨。反而咧呢只錶咧就冇做到銷藍鋼螺絲，咁啊寫住咗sapphire 啦。嗱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底面都做咗藍寶石，即係底呢塊都係藍寶石，但係面嗰塊咧就做咗 SAR 塗層添，所以特別透徹嘅，清到咧好似武裝玻璃咁啊！好啦，跟住咧就睇下啦，一個螺旋式鎖嘅透視底蓋，咁上面寫住咗 Epson 啦，最重要的三個字 Made in Japan 啦，同埋寫住咗 Limited Edition， 咁全球限量300隻嘅啫，有嗰個機身 number， 咁啊寫 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嘅 F 7 F 4嘅機芯。好啦，反翻過嚟俾大家睇下先，我做得好靚呢只極光嘅 Orange Star。咁錶徑方面同個重量啦，嗱個重量咧拎起手咧都有啲手感嘅喎，去到154 gram。逢親豬仔講過啦，過到150 gram 咧，隻錶都有啲份量噶啦，包括我手上面隻 Orange Star。好啦，個直徑方面咧睇一睇先，屬唔屬於大錶徑咧？40mm 嘅錶徑佢 spec 寫。度出嚟咧，啱啱好40mm 嘅標徑，40mm 嘅標徑。厚度方面咧，13mm 嘅厚度，甩條甩咧就去到講緊係47。好啦，試下戴上手俾大家睇先。嗱，原先翻嚟咧，佢就配咗條不鏽鋼帶嘅，咁啊戴上好靚仔，好有手感。咁呢只 Orange Star 嘅極光，全球限量300隻。咁啊，附送咗一條啡綠色嘅皮帶，小牛皮嘅皮帶，亦都有蝴蝶嘅接扣。咁啊，襯皮帶都好靚喎，試下拼上去先，都好靚啊，好斯文。好啦，咁試下教下個機芯俾大家睇先。咁我哋先唔好剔起個錶冠啦，向上轉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15豬仔喺度數緊咩咧？大概15下度咧，就由25小時動力儲能儲咗25個鐘，去到50小時動力儲能，即係15下鏈咧就去咗25個鐘頭，代表咗個敏感度非常之高。另外咧，我哋 take 起個錶冠咧有停秒功能嘅，你記得停咗一秒啦，向下轉動，順時針方向教時間。咁呢個錶咧就冇做日曆嘅，時分秒針加埋動力儲能嘅啫。教曬之後撳翻入去。好靚仔，好啦，戴多次俾大家睇。咁如果中意呢只錶嘅錶迷聽清楚啦，豬仔得一隻現貨啫，得一隻現貨，幾多錢咧？6928，6928。出面大概賣緊幾多錢咧？嗱，冇折嘅呢只，大概出面咧賣緊154,000 yen， 8200蚊到8400几蚊不等。咁豬仔超筍價6928，6928。咁如果你中意只錶嘅錶迷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俾豬仔又得，打俾豬仔又得，話俾我聽你中意只手錶，想喺佐敦店攞定荔枝嗰店攞。中意條片嘅錶迷，記得俾個 like 曬豬仔，豬仔需要你哋支持。如果未訂我 channel， 記得撳埋鐘仔訂閱。咁啊，超筍價6928。嗱，心動即刻行動，極光 Orange Star， 希望你中意我推介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咁啊，有曬原裝盒啊、說明書、保證，做翻一年保證俾你哋噶啦。咁希望你中意我推介。